上一次的庙宇到这一次的再次重建，最少距离一甲子，就是上一次甲辰年跟今年刚好也是甲辰年啊，新庙落成，潘府千岁啊，也有这样讲说，希望能办得风风光光，然后热闹，但是要尽自己能力，所以我们有重新打造一间神教，那神教部分呢、啊，我们会刻意的把它打造很特别的故事的神教，把我们潘府千岁他得到的过程的图案图像全部会刻在那个神教上面啊，并且石雕上面也都会有雕刻啊，因为这个庙我们都要有它的东心思想，然后并且又有它的特色在哪里，有什么故事让人家知道，能画的图案就把它画上去，能雕刻就给它雕刻上去，让人家知道。我们特别我举办那个平安绕境祈福，然后在于林边乡这边十个村分为两天，啊，这个活动也是在近50年来比较少有两天的那个绕境十村，所以是这一次的话非常的盛大，也非常的隆重。那也很感谢林边乡所有的公庙，然后一同支持并且见证。那还有一些外县市、外乡镇的也一同参与，再次也非常感谢啊，见证啊，让我们开基阴灵殿潘府千岁的新庙落成，所以这个一次的创举也是很难得，也是很可观的。来，再来，三百。那的话，我们是在外五村部分。那我们里面外五村有，奇峰、水利、田厝、镇安、竹林，所以我们第一天的话是在外五村部分，然后采用于机动的上下车，路距离比较短的那个距离的公庙，我们就直接步行；那距离比较长的，直接拖上车。外五村部分一天完成。第二天就是我们林边的内五村，在于中林
永乐、临边、仁和以及光临。那内湖村部分呢，因为经过比较大的路口，都是临边乡比较重要的路口，人潮比较聚集，所以这部分的话也会配合当地的那个营业时间，然后尽可能的避免一直造成乡亲的困扰。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所有单位的支持与帮忙，以及乡亲的配合，那这次的重大盛会能够圆满顺利的落成。
真正我上该感谢就是阮总干事潘君伟，伊带我四界去看人庙，安怎去设计，拢是伊带我一手伊带我去的，因为我唔捌，拢爱伊是，伊拢四界带我去看吼看人个庙，啊会当俺就该捡起来，袂当俺就该迄落消除，啊我拢会去研究讲安尼有较水会使。哎嘿，啊，所以才有这个成果出来。是无啥物困难，到这个金钱的方面啦。啊，你无做普通，大家都烦恼，烦恼到讲烦恼伫心内，到结果有完成哦，心嘛欢喜哦，种完成任务啊，讲较放松。因为咱庄仔头无几口灶，一家若用十万哦，遐都无够通。啊！做大家的尽量亲朋好友，以及不然将咱的庙拢公开化，予大家去看。吼、哦，无做假，袂使做假。吼、哦，所以讲做，大家有看到当中，足奇怪，我有看到。哎，无食无食，那系讲来遮要捐钱的。哎，一寡叫未少数人，佫是未少哦。啊，都问下讲，啊，三两个亲戚。拢无，唔知影啥物人亲戚，拢唔知影。结果就讲，啊，都亲戚讲叫我来看呢。我无怀疑，讲真个真个。啊，既然亲戚讲会找人来，甲斗起厝，阮就搁较轻松。阮只重建医院哦，因日时拢做连务工，拢无要紧，拢无闲。但是暗时、下晡时啊。下工啊，五六点，倒来啊，庙边庙遮咧去庙边啊，人一间厝借阮运用。哦，俺坐五六年，伫人个顶啊卡，那大雨都无遐济，小雨都拢伫遐济。哦，啊来，就是个，阮这个总务委啊，伊就用海报啊，拉风。另外就接红签，安尼较紧，因为签出来饭单，人唔敢讲你歪伊啦。哦，安尼运起来，也使一间庙会成功，真啊大功劳者。啊，因爸仔囝若讲着要做工课，随叫拢随到。哦，这就该可取啊啦。啊，佫感谢阮的副主的哦，啊佫感谢食望，啊佫伊拢陪我伫即个庙边哦，啊坐五年。伊嘛是足辛苦的，真正，大家都是拢足辛苦啊，足团结的，到我都甲这间庙起甲遮水。